天赐符，辅以三清四正，法通灵，武器朝元道斩击，水火相交回圣界，修身炼性上天庭，仙道会生，无量渡人。 这盏灯，果能让圣上增寿延年吗？圣上七魄，权杖自吸星宝灯所致。若是七日内主灯不灭，可增寿一季。圣上的病情在冬日最是凶险。若是能熬过这凛冬，可增寿，福泽不尽啊！嗯，国师法力通天，实乃大功啊！哎，谬赞了。 这刑法部镇之功，那及得上大冢宰内外斡旋，维护大周国泰民安呢。要我说，您才是功高无极呀！我等做臣子的，理应为圣上效犬马之劳。你我二人通力合作，大周定会国祚绵长。嗯，请。
挑挑看看啊。哎，老板，来条鱼。哎，好嘞。这条怎么样？包新鲜啊。好嘞，就这条。好嘞。哎呀，我那闺女啊，别说熬鱼汤了，煮个粥都不会。李华呀，我要有柳大人一半的福气就好了。今日是我爹生辰，要不然我才懒得下厨。救命啊！不要跑！不要跑！我的羊！小姑娘，滚闲事！你们粟特人来我们长安逞逞凶，是仗着人多吗？对呀，不是仗人多吗？对，请人啊！各位，不是我们逞凶啊！是这厮在东方撞坏了我的宝贝。你刚才都冤枉那么多把了，还在乎这个？什么叫这个？这是波斯国萨桑王朝1420用过的皇家宝刀，价值连城。我可是花光了身家血本才进的货。是吗？能让我看看吗？你小心点。你懂刀吗？看看不就懂了吗？假的，一摞这样的刀价值两匹绢，也就是4贯钱，一贯钱三把的假货。奶奶的，你这小丫头，先生气！不要努力了，是吧？下来。又五位马七，柳统领是你什么人？他是我爹。请小姐节哀，事关重大，我必须要将他先带回五位府收敛，待查明真相之后通知小姐，再将大统领入土为安。不行，我要带他走，放开！放开！下官也是奉命行事，请小姐不要为难我们。你要怎样才能与你同去？除非有圣谕。这。何事？我爹横死，玄氏城门，五位府的人又把尸体带走了。这我没办法，你走吧。总算平日我爹与你只是酒友。我是酒，他海量，仅此而已。不帮忙，那我去找锦林氏。锦林氏，日前九原村遭屠，锦林氏殉职20余人。你说什么？今日锦林氏统领玄石城门，两岸必有联系。这是大案，
谁落谁出钱，你最好别多事。丽华，你若真要去查案，凭什么身份？我的事不用你管。匣中藏巨阴寒道情，剑仙不可惜，神人无为情。丽华，嗯，啊，吃鱼。我叫萧葛，是柳长风大统领麾下的锦陵士，没有恶意的。萧葛，啊，我爹倒是跟我提过，你此来何事？柳叔与我有救命之恩，我听说他的事了，所以上门来看看。锦陵士解散后，留在长安城的所剩无几。柳叔又被人悬尸，这件事对我们锦陵氏来说是灭顶之灾。你是前府组的？嗯。是你们的统领令牌。是啊。他是不是可以调动锦陵市？这……快说，能不能？能。带我去见他们。啊？走啊！
锦陵氏本是皇帝的亲信密使，也曾遍布皇城各处，如今却全都销声匿迹了。罗曹，哎，吃饭了。呀，给你介绍一下，柳长风大统领的女儿柳丽华。哦，幸会幸会。老曹，粮铺老板。小鱼，哎，警方伙计，他们两个都是潜伏组的。全长安城就两个人啊？怎么可能？三个，还有我呢。嬉皮笑脸的。你们锦陵氏一个个都游手好闲，嗜赌成性吗？兔崽子！我就又赌了啊！好了，输了你多少次？行了，就是不听。不说这些了。你们两位，帮我找个人。哎，柳长风亲戚。长风亲戚，心不同兮没劳，君既忍相负，此生此世此间为别。哎，阿离什么意思啊？阿离，我知道，这不是咱们锦陵市里面最厉害的那个仵作吗？我爹和我说过，我娘在我很小的时候就去世了。可每当我问起我娘名字的时候，她都郁郁不答。我怀疑这个叫阿离的人就是我娘，或许他能够帮到我们。你要找娘？就你话多。不过这天涯海角的，要想找到他无异于大海捞针啊。嗯，或许他住得不远，就在长安城郊呢。你怎么知道？我的眼睛能看到些别人看不到的东西，但好像也不太灵验。别人看不到的东西，难道说……哎呀，难道什么？赶紧找人！快！记得给我留饭啊！哎，哎呀，走了！这什么？你赶紧他们！你不要理他们，他们就这样。那我们现在跟我去个地方。吃口饭再走吧。简直就是修罗场。这些尸体内脏大都消失了，身上都有抓痕，死相很是奇怪。站住！什么人？锦陵氏查案。锦陵氏不都死绝了吗？小心！又是你？怎么，来这个村子也要圣域吗？那倒不必。不过我奉劝你，此地邪祟兴事，最好别逗留。至于查案，有我们五位府。
妖吧，行动组的。奇怪，这附近为什么有锦灵氏的尸体？多半是被五位府的人给带走了。笼子里的人吗？他是鬼生的。这地方太邪门了。这下好了，这一把火什么线索也都烧没了。你看他们像是来查案的吗？不像，更像是毁尸灭迹。什么狗屁五位府，有猫腻。有事禀报。大什么宰了的人？是我爹的香囊。
村屠灭锦麟氏，夺走医生子，莫非就是你吗？独孤天下，得独孤者得天下，但是有些人不配得天下。你是什么人？有何目的？为何夜闯大中灾府？什么？怎么可能？药味这么重，八成是这儿的吧？应该是。哎，走去问问。大叔，跟您打听一下，阿离姑姑可是住在此地啊？拜见前辈，在下曹春，隶属锦麟氏潜伏组。哎，那个阿离姑姑，我们此番奉命前来拜会，其实是想告诉你，大统领他……前辈，多有得罪。你们回去告诉那老小子，无论他遇到了什么难题，我都不会再去帮他。十几年前，话便已然说尽了。前辈，大统领他身故了。算醒了，我怎么了？昨天我摆脱他们之后回去找你，你在林子里晕倒了。昨天？是啊。交差交差，人找着了。哎，给我也倒一杯。哎，别急呀。哎呦，我的腿！哎呦，他人呢？他人是找着了，但是他不想出自己的院子。这怕不是把你们给打发了吧？他说了，想让他帮忙的话，就把案子带过去。那他这是要验尸啊？你先陪我去一趟碎国公府。丽华，你怎么来了？此番前来是想提醒国公爷，千万要提防宇文护。此话怎讲？宇文护和国公爷共同辅佐圣上，如今圣上病危，正是宇文护清除异己的好机会。这些年我夫妻二人如履薄冰，从未行差踏错，他们对国公爷动手，于名于利俱损而已。但若是因为独孤天下这四个字呢？丽华，你这些污蔑大冢宰的话都是从哪里听来的？
觉得我这里可称得上风雅别致啊。大冢宰亲手筹建的黄梦舟，雕梁画栋，果然不同凡响啊。来人，在回去禀告夫人，今夜我要与大冢宰把酒言欢，不必等了。是，随国公请。请。我爹他曾经……夫人，老爷的随从回来了。老爷人呢？夫人，国公爷让小的给您带句话，说今夜他与大冢宰在黄木招吃酒，让夫人不必等了。南侧大国师的延寿阵如若真能有效，那自然好，如若有何差池，这太子可否担此大任，不禁让我忧虑。大冢宰日理万机，忧国忧民，乃我大周之福，太子能有大人辅佐，将来定成大业。我的辅佐，太子虽身居东宫，从不过问朝堂之事，但在我看来，太子头角峥嵘，实属韬光养晦呀。大冢宰慧眼识才，凡事都看得透彻，在下望尘莫及呀。九原村一案，国公爷可曾有所耳闻呢？听说死伤惨烈，五位府已然开始调查此案。就连济宁市统领柳长风都悬尸城门，可见此凶手很不一般呐。不知谁人能有如此能耐？不管是谁，只要对我大周不利的，我定让他死无全尸。国公夫人，李湘最好不要进去。不是我做的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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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不是我做的。夫君，你没事吧？我做的，不是我做的，不是我，不是我。你接着说。我进来时看到凶器就在那个国公爷手里。大胆。哎呦，您借我个胆子我也不敢呢。那秦氏和歌妓都看见了，他们就在门外呢。罗先生，禅青儿，你们倒是说句话呀。宇文大人精通音律，受在下今晚这首箜篌曲子弹偏了音，一怒之下就把我们赶出去了。夫人，国公爷必能乘冤昭雪，但在此之前，
元祸。你好，我想问一下，这里是？在里面。好。你们本事不小啊，竟能把人从五味府带出来。前辈，我爹遭奸人所害，烦请您。你别进来。原本也是锦陵市的仵作，后来这边前副组人手不够，所以才调过去。皆是因为多半内脏丢失，失血过多而死。只是什么？他们的伤口并不像人力所为，更像是被什么猛兽一击掏空。不过宇文护是死在黄梦昭的，怎么会有野兽呢？死不能复生啊！眼下这婆娘的日子呀，也不比你好过。心走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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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失传已久的启示书。要不再试试他？这也太厉害了吧！哎，阿离前辈，晚辈萧葛真心求教，还请前辈纳入门墙。这是我秘制的丁香液，有定神敛气、驱除邪祟的功效。走吧，先出去。前辈，有什么线索吗？上回来的那个皮小子一见面就叫上姑姑了，该叫的却不叫。姑姑，这些年老刘果然都是在听宇文护发号施令。行动组居然会听命于宇文护？这是？哦，这是在你爹肚子里发现的。二者的死法极为相似，你爹和宇文护皆是因为血亏而死。不过从现场的挣扎痕迹来看，他们两个失去内脏以后，居然都还清醒过一段时间，这实在是有违常理啊。而且伤口却并非匕首所伤，更像是被某种巨兽一记掏空。会不会是大蛇？我见过几次，是在你的异瞳幻境中吗？眼见都未必为实，更何况是幻境。这世上怎么会有那么大的蛇？哼！你们可听过前朝的青云台一役吗？我爹提过，藤族以换脸秘术替换前朝国师和一众要员，险些灭了国。藤族身居边塞，在域外供养灵蛇。当年的大祸中就有一条双头巨蛇，还有改面和祭体。一旦成功，文竹若至，可祭松柏之躯。啊，那岂不就是长生不死啊？此术异常凶险，因有七鬼蛮神之业，受祭者极难匹配，多需寻纯阴命格之人，施术百日之内不得见阳光，否则刻不欺主，魂飞魄散。若是这样，谜题便解开了。看不出来啊，一个琴师的武功竟然如此了得。二位此来所为何事？黄梦昭已然关张了，
你就别惺惺作态了，你就是杀害宇文大人和柳桐。生活得好好的，竟将其一并杀害。杀宇文护呢？因为宇文护逼死了独孤信，而你要替独孤信复仇。我说的没错吧，罗先生？还是说，我应该要叫你叶千？好久没听过这个名字了。当年你与独孤信两情相悦，怎料遇上了藤族之乱。你为了救他而牺牲，所有人都以为你死在了青云台上，没想到你以藤族秘术祭体成功。可惜啊，你还是要眼睁睁地看着心爱之人卷入党派之争，被人逼死。所以这些年你蛰伏不出，怕就是为了找到一个更适合祭体的完美肉身，然后为心爱之人报仇吧。你有何证据？我爹遇害当晚见到你时曾说。你是什么人？有何目的？什么？不可能！所以你们是旧相识。当你说出你名字的时候，我爹不可置信的样子，就是见到死而复生之人应有的反应。你当晚在场？我有一个小禀赋，可以捕获过往发生之事的零星线索。虽然每每支离破碎，难见全局，但也足够我想明白很多事情了。
这禀赋真叫人羡慕啊。这么说你当晚并没有看到我，这依旧是你的推测，算不得证据。凤首箜篌的秦儿，我爹死前吞下的东西，这是你在与我爹相斗的时候丢的吧？所以之后演奏的时候转调自然出了偏差。宇文大人精通音律，说在下今晚这首箜篌曲子弹偏了音。这个是从你爹肚子里发现的。原来宇文护的那个动作是弹琴。不错，虽然他们都死了，但是他们却一起指证了真凶。心细嘴快，是个锦麟氏的好苗子，可惜活不长。你跑不了了，可有遗言？我有一事不明，若不相告。堪称完美的退役。你的行凶计划也堪称完美。唯一的错就是不该杀我爹。只可惜你们不是我的对手，而且你们没有带够人。对付魑魅魍魉又何须人力？尸数百日内不得见阳光，否则刻骨凄楚，魂飞魄散。时辰刚刚好。你这趟故事前来，费尽心思拖延。你没想到会栽在一个小姑娘身边。你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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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秘术是解了，人应该没事。你们二人竟敢私闯五味府，阻挠办案，盗尸伤人，现将你们拿下。我们都交代了，怎么还不放我们出去啊？喂，跟你们说话呢。哎，你来早了，我还以为你会沉得住气些。太子殿下，你怎么知道是我？五味府素未攻进，巡查京城，本应向天子负责，可如今皇上缠绵病榻，无暇旁顾。那么试问，敢在众目睽睽之下从国公夫人面前押走随国公，又不是皇上的旨意，除了一国储君之外还有谁？那个马七，我原本以为是宇文护的人，不曾想竟是你的人。如今宇文护死了，你便没了顾虑。可怕，但也可爱。那你也一定知道，把你关起来是我的意思了。但我不知道你为何。国师说，父皇的增寿阵法，受柳长风和宇文护两岸的煞气冲撞，因此须臾今夜亥时，二度开坛布阵。届时，不但本宫会到场祈愿，还会在祭坛上将你爹和宇文护的尸体焚化。只有这样，才能反哺七星宝灯的阳火。你敢！你瞧，我就怕你冲动坏事吧，所以只能委屈你一下了。盗尸伤人是我一人所为，你至少把他放了。本宫成全，放男的。三清四正，法通灵，武器朝元，道转经，水火相交回圣界，修身炼性上天庭，仙道贵生，无量度人。龙天赐福，吾以三清四正，法通灵，武器朝元，道转经，水火相交回圣界，修身炼性上天庭，仙道贵生，无量度人。Hit!
们谁都别想阻拦我。怎么是叶千瑶的声音？原来你才是叶千瑶。又是你，坏我好事。现在所有事情都明朗了，我到底是什么地方漏了破绽？其实真正让我重新思虑整个案情的是罗先生的身世。已经确认生辰八字都对上了，当年独孤信外逃，他的第一任发妻罗氏未免拖累他儿自己，却留下了一个异生子。这么多年过去了，没有人真正见过这个异生子的样子。其实罗先生并不姓罗，而姓独孤，他便是被北齐幽禁20多年的独孤信长子独孤罗。你深爱独孤信，无论如何不会谋害他的子嗣。独孤罗被释放后流落江湖，一心想回长安，却又怕落入宇文护手中，所以只好暂居城郊九原村。你此前所去九原村，是为了先宇文护一步，将独孤罗保护起来。不料在此期间，竟碰到了迟来一步的锦林氏。为了不让人知道独孤罗的下落，你竟灭尽锦林氏。有趣。而你此次前来，是为了破坏延寿阵法，从而达到杀死大周皇帝，并控制大周太子的目的。届时，你便可继替太子，将帝位禅让给独孤罗。这就是你深爱独孤信的方式，用尽一生，去替他实现“独孤天下”这四个字。既然你什么都已经知道，那就一起受死吧。
为我爹柳长风刺的。灭去。是。丽华，多谢夫人相助。有一件事情我要告知于你，你并非柳大统领之女，而是我的姐姐独孤般若所生。当年姐姐有难言之隐，不得不将你托付给她最信赖的景陵市大统领柳长风抚养。我独孤家历尽劫难，终于有了今天，所以我要让你认祖归宗。
从今日起，我和国公爷便是你的生身父母。丽华是杨家的骨血，也是独孤家的好女儿。从今往后，若是有人乱嚼舌根，便是和国公府过不去。郡主万福。爹，下次记得别再弄丢了。过几天，我准备跟师长离开长安，从此游历山川，遍走天涯，或许很难再见面。萧哥，我把这块令牌交给你，希望有一天你可以替我爹重振锦陵市。这是什么呀？棉花。嗯，湿了吗？湿了。那这是什么？还是棉花。嗯，这回湿了吗？没有。那是为什么呢？不知道。这个杯子呢，就是爹爹，这个呢，就是你。爹爹啊，永远都会保护你的。啊！丽华，天色不早了，走吧。